天我们又去拍照片了。这段时间没有事情做，只有那辆车太吵了，没有事情做嘛，就只有去拍些照片。我现在去接一个朋友，他就在下边这里。他是之前在我的视频当中有出现过，就是那位鲁大师，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。它这上面有一个平台哦，我们先上去看一看。这边是一个观景台哦，像是。哦，在那边的话，就是我们来的那条路上，对面这个山很漂亮。今天天气也蛮好的。在我身后这边的话也有一个，等会我们再上去看一看。先到这边来看一下。对面的山还算很高哦。但是现在太阳在那边的话有点背光，看得不是特别清楚。在我右手边的那个方向，那条马路从这边这个角度看过去非常好看。如果说是在晚上的话，它那个路的两边会有那个路灯嘛，就是刚好就是它有一个弧度的上去，就是形成那个曲线，很漂亮。我过来到这边拍张照片。就那条路，这边上去，下面还有河水。它这里是被封掉的，路边上被封掉的。这上面是没有楼梯的。就一个水泥斜坡上去，哦，这上面原来不是一个平台啊，天哪，原来就这样子了，就是一个楼顶的感觉。天真的我还以为上面是一个平台了，原来就这样子的。
现在那边也没有那个楼梯下去，就只能是这样了。这上面呢，如果说要是也做一个平台的话，我感觉会更好一些。它现在做的这个，哎呀，要平也不平的，就是一个斜的，反正不规则。这边反正是现在已经是废掉了。这一片竹林啊，非常的漂亮。很漂亮啊，这里面。给大家看看前面那一片啊，又有竹林，又有水，还有小船，这个风景很不错吧。特别是向上看的时候，特别的漂亮。就是在这个位置，向上看，非常的好看。走，我先上去，因为现在我手里面拿的这个镜头是70-200的，如果拍在上面拍一个大场景的话不好拍，我得去换一个镜头过来，然后到这边拍几张照片。刚刚我就从这里下来的，我现在换了一个24-105的一个镜头，但是角度就还是感觉不够特别广啊。有一个14的镜头，但是今天没有带来，因为我也不知道这边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，不知道这边有竹林吗，然后我就没带。下边他们刚好在拍照片。啊，搞快点，搞快点，把竹竿收起。你小心点啊！
哎，包子，你往山上插上，直接往山上看。头还偏一点，手扯一点，往外面推一点。刘局长作为代表。啊，这哎，对你扯是，你瞬间往桥上看。那边的车过去了，眼睛。我也准备去拍几张。站这边了，车上面那个靠到竹竿，哎，靠到竹竿套叶子。哎，对。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订阅与关注，下面留言点赞。